想要知道我干什么坏事？来，忘记拿钱。不行。Hi, welcome to my vlog. OK, 从医保已经塞了差不多五个小时，接近六个小时，然后终于回到来 KL 了啦。现在就在他去我的家拜年。我们今晚应该会打一打麻将，这样过一下很普通的新年。对，小朋友来玩拉密。这个人很喜欢玩拉密，因为我刚学会玩，我觉得很好玩。Let's go， 见我妈妈已经等了，也不是没见过。老人的妈妈很好，要带红包。应该我去拿红包是吧？应该没有人看到好人的妈妈会觉得不亲切。Let's go 啦，很亲切啦。OK， 现在 Gladys 去 Seven Eleven 买东西，所以我现在 call 我姐姐。Hello。OK， 我 send 咗阿 Gladys 嘅 passport 俾你啊，你依家即刻帮我买多一张机票，我哋一齐去台湾。吓？系，依家即刻买。OK。OK， 因为今天才初三，所以我也确认了他初四到初九是没有工作了。我本来是跟我家人呢六天五夜的台湾家人旅行，所以现在呢很紧张，因为怕买不到机票。我现在已经叫我姐姐去 check 了，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到家，所以希望买到机票。他每次回医保就带一堆衣服回来了，所以我相信他应该是够衣服穿的啦。天时地利人和，回来了。Welcome to my house， 跟我家拜年，见家长。他来我家，我去他家哦。怎么要解释？想要见面，怎么要解释啊？嗨，恭喜了。这是我家人啊 ，OK， 嗨。OK， 我妈在后面。哇，西瓜还是？没有啦，他们装一些东西而已啦。Hello， 安迪，新年快乐！哥，我妈妈叫我带来的。拜拜。我家人都等着你开台好了。买票，买咗票，买咗。一样机啊。OK。好了，达义现在在楼下跟我家人聊天。我已经 print 出来了，看到吗？等下七点 boarding time， 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现在十点半了，我们两点半就要出，就是讲说还有四个小时我们就要走，所以我现在下去告诉他，看他 OK 没有。如果他跟我讲他有工作，没关系，这个机票是可以再延迟的。哇，你在玩狗啊？OK， 干了，大意。那。那。总分的耶。什么？没有看到啊？写谁的名？纸可以吗？什么意思？殷听禅。喂，不要念我名字嘞。QA 图，1月28号，今天几号？27号吗？过了12点就28号了。然后几点？7点 ，OK。我们2点半出发，你还有4个小时 prepare。什么意思 ？Welcome to my family trip 。你明白吗？接下来我们等下2点半就出发去台湾，6天5夜的台湾之旅。我已经买了这张机票给你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问我？我有问你啊，你讲初十前你有没有工作啊？真的，妈，你请跟我们一起去 family trip 可以吗？可以。Back 是准备了。什么？这 back 是什么？这个是我的。你已经有带一个了吗？我今天拍东西，短时间。你已经从医保配了一堆东西吗？你没？那个是医保的东西。几度？台湾几度？10多度。怎样可以？你记得你之前因为要去日本，你订了淘宝吗？签收了呗。签收了。这个冬天的。所以你考虑的只是冷或热的问题而已是吗？不是。快点，念什么？突然。所以 passport 有了最重要，什么东西不够的话，我们去那边买。你 OK 吗，先？我已经买了啊，希望你不要浪费啊。你讲的最厉害。对。你剩下4个小时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
是来不及啦。可以的，基本上。这样我淘宝的东西。就是这个啦。你们如果留意他 Instagram， 他之前去日本买，从淘宝买了一堆防冷的东西，结果因为他不在嘛，他怕钱收不到，所以就寄来我家。来，女人最喜欢就是开箱。没有，我没有想到到了，我很喜欢开淘宝。你是应该要去 check 你到底能不能去先，我们四个小时就要出了。反正现在我是新年没有东西做啦。OK 啦，就当你答应啦，哈哈。这样快了，这样快了吗？冬装，那我那时候买的冬装，我本来想要带去日本的。你这么一点都没有怕了，你没有东西做啊？是 prank 我的是吗？没有，不是 prank， 真的不是 prank。我们这种从不做 prank 啊。电话。是 prank。没有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真的。真的。很敢呢。真的，刚才那个真的是几块。台湾前我也已经准备好了。所以你等一下还你是吧？这是这里这么多钱是多少钱？这边是7000马币，包括那边给酒店钱呢。我去台湾玩不能花7000，不要，也不要，这样很厉害耶！我觉得这样子追女生很厉害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耶！等一下给我求婚，奇怪耶。很紧张是吧？突然间好像想不到东西。女人是这样啊。你这么好没有啊？已经2:30超过3点了咯，我们的车来了。兴奋吗？没想到是真的。现在相信了。跟我家人去旅行，你会开心吗？现在我们已经去这机场的路上啦。也是一种体验嘛。现在是3点，家人有些要睡觉，所以我们小声一点。哎呦！呜呼！新年第一桥啊！现在我们整家人全部都戴 mask， 所以啊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全部都要戴 mask 哦。这个是我哥哥、大嫂、姐姐、姐夫、妈妈、爸爸，还有老婆。现在我们就要 check in 啦！哇，你看，机场全部。上班，不然间叫人家来一起旅行，会不会打扰到人家的工作啊？没有啦，我有问他了的，他到初十都没有工作，所以 OK。OK 吗 ？OK。这个老婆 OK 吗？你喜欢就可以咯。现在我们要过海关，因为现在这个武汉肺炎的紧急状况，我看到一些奇景。拜拜。哇，台湾天空上了。在照顾我爸妈，给你们看一下现场的状况，基本上有大概80%的人都戴口罩啊，所以奉劝大家一定要戴口罩，防止这个病毒继续的扩散。很冷啊，真的，台湾很冷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全部已经拿完 luggage 了，正式要玩台湾了啦！周导第一次来台湾有什么感想？要见识一下。我们这次在 KKday book 了很多的配套，然后一个一个介绍给你们，等下再跟你们讲。OK？ 哇，我看到我的名了哦。Hello， 亚洲卡，看到吗 ？KKday， 谢谢 KKday。那我们要拿电话卡 ，KKday 的柜台吗？对对对，我们去拿电话卡先。所以我很多东西都是在 KKday book 的，包括。
电话卡，这样我们就去拿电话卡。 KK Day 是什么呢？ KK Day 就是如果你是选择自由行的话呢，它里面就会有很多旅游的配套让你去选择，包括电话卡啦、吃东西啦、租车服务啦，只要你是自由行不是跟团的话，你都可以去 KK Day 那边看在这个你旅行的国家还可以玩什么东西，里面什么都有啊。去到了 KK Day 就对了，这里就可以有 KK Day 的柜台，来这里就可以换取你们 KK Day 的台湾电话号码啦，换电话卡。哇，我们吸到台湾的新鲜空气了耶，天气还冷，有没有跟马来西亚不一样？快吸多一点，张妈跟我家人去旅行。他还没有旅行，就问你，等一下再问，明天再问，后天再问，大后天再问，今天哦，六天。你好好跟我家人相处啊，然后加分或减分就靠这次啊，上上星星啊，星星顶顶啊，每生一个孩子。你们开玩笑的。